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这里是换藏的宠物视频，还是按照常例打开外放 BGM。上次去野采的那些毛虫啊，都已经节俭了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呀。应该在大家在书上应该见过吧？接下来我们要给它做一下解剖工作。镊子、锥子。手术刀吧，换一下刀片吧。不错。找个东西垫着吧。一堆鸡蛋托吧，好了，接下来又开始我们的解剖工作。一拿就掉下来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抓好。从哪里割呢？哎呀，爆浆了呀！啊，没切好啊，对好胶对吧，这胶好难对呀，你放这里吧，这都成浆糊了呀，哎没，我们这里还有好几个呢，两个，重新来一下吧。换一下，因为上手吧，好的，露出屁股来了。掉哪儿去了？这是什么虫子呀？用镊子拖出来吧。掉了掉了，小心翼翼的拿上来，又掉了，难得说了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虫子，
这啥呀？那我就发在这儿，以后再看吧。如果它能顺利的这样羽化的话，我会再发一期视频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